继续挑战母燕翻私信，今天能翻到什么呢？五四三二一，停。哪位粉丝？翻到了这个粉丝，我已经用四个手机关注你了，求你了，真的很喜欢看你吃冻榴莲。安排五百大洋买了一个榴莲，老板还送了一个铲子，打开看一下。终于打开了，庐山真面目，哇，上面都有一层冰，这都冻上了，我怎么打开呀？哎呀妈呀，我都化了一个小时了，还没有化开，完了。哎，我再试一下。这根本纹丝不动。老板说这个榴莲的话是采用的液氮冷冻保存的处理方法，这个里面的果肉的话是最原始的那种风味，但是它打不开怎么办呀？